个冲天酒，光着俩小脚丫，踩着俩风火轮，乾坤卷手中拿，混天绫护着他，轩辕剑满弓拿，两眼是照妖镜，双腿是追风马，乾坤卷伴着他，上天下海本事大，三刀六臂显威力，千人百战都我发，要问他名字叫什么，哪吒哪吒小哪吒。第47集，信义无价。可怜的师兄，师兄，小妹陛下要为你报仇，放心的去吧。哎，弟兄死的可惜呀！申公豹，我师兄果真是被姬发用金蛟剪所害吗？啊，千真万确，货真价实啊！货真价实？哎，比喻，只是个比喻嘛。令兄被害，我亲眼所见，姬发仗着有哪吒的帮助，气焰极为嚣张。哪吒，哪吒果真厉害，混天绫就能挡住浪头，我也险些被他的乾坤圈收了。可恨，可恨！江风洗洗水的厉害，去吧。这丫头玩什么把戏？如果这玩意儿能抵挡住千军万马，我申公豹就是狗。纵使哪吒有三头六臂，也难免不辞失礼。哪吒，我闻到了一股香味儿。我怎么没闻到？了吧，与之无关，看扁了我。你过来，肯定是女孩身上的香味。做梦。我也闻到了，这股香风中有股邪气，奇怪，只怕其中有什么奥秘，大家要多加小心，不可大意。知道。看他们急急忙忙前来送死，时辰到了，送儿子上天。大家不要慌，转舵撤兵，赶快往回合。太公受惊了。
大部分人获救，这才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苍天在上，请受老夫一拜。难道这黄河真是我折戟沉沙之地吗？我连累了许多无辜的性命，他们本该安享田园生活，甚而不主公须振作，此次挫折定是碧霄所为，可惜船都毁了，一时筹集谈何容易。太公，我有碧海神针可以开路，我有翅膀可以驮人，我有72般变化随心所欲。你们三个虽有本事，可是千军万马能带过去吗？这受委屈的却是小猪熊。这是什么呀？好，小猪吓死我了。姬发拜见河伯。啊，不必多礼，我本不想卷入天下纷争，没完没了的打打杀杀之事。定海珠一事还要多谢河伯帮忙，但碧霄心狠手辣，不讲信义，让这么多人命丧黄河，玷污我清白名誉。河伯深明大义，令晚辈汗颜。啊，严重严重了，私心总会有那么一点点，特别是听到小女对大王赞誉有加。小女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啊，快出来吧，别羞羞答答的。小白鱼。这丫头天生聪明，心地善良，见人危难前往搭救，更何况是大王了，真是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为此我召集狱内所有乌龟前来驮载各位送大军安全渡河，请吧。别紧张，小猪熊，我晕船。一路顺风。已经在下游渡过黄河了，而且从容的像郊游一样。不可能，没有船他们拿什么渡河？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，居然用的是河伯的乌龟。该死，河伯胆敢和我作对。现在可不是斗气的时候，要命的是如何抵挡姬发大军。娘娘，我大祸临头了，我大祸临头了，大祸临头了。国师不必惊慌。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若能躲过此劫，我申公豹宁愿做狗。汪汪汪汪！想不到国师危难关头竟有如此雅兴。苦中作乐，苦中作乐。娘娘借的兵呢？在这儿呢，金霞关。金霞关，哎呦，他也打不了仗啊，这下连狗也做不成了。慌什么，他能抵得上雄兵百万。雄兵百万，果真如此，我申公豹就变成申公虎，改换门庭。哦，上岸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全军立刻开拔。慢走，我已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是非曲折自有公论，碧霄娘娘不可轻信他人蛊惑谗言。住口，我要用你来祭奠师兄的亡灵，不得无礼。好言相劝你不听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谁跟你啰嗦？快走，让我离开。哥哥，来吧。
要立牙坚持啊。自古道金降木，水克火，这精纯之火只有用精纯之水才能制服啊。精纯之水？什么水？到哪儿去找精纯之水呢？其实说易不易，说难不难，雾水和露水就是世间精纯之水啊。这老头不早说，其实很容易吗？到处都有，随处可见。容易？果真如此？请太公指点。东海龙王有一件宝，误入乾坤网，定能灭这精纯之火。不过借着东西嘛，要找一个面子大的人去。交给我，保证没问题。明天就是姬发的末日，我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妹妹闹得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一直从旁观看，那姬发气宇轩昂，张弛得体，并不像申公豹所讲的是个奸诈小人。哎呦，自古得道多助，你想想看，百姓何伯还有小白鱼都在帮助他，怎么会没有道理呢？我这次特地赶来，就是劝你罢手，跟我回去。回去？公明哥哥的死岂能一笔勾销？好，好，好！哎呦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当初师父传我三件宝物的时候，曾再三叮嘱，世上定会有一得道之人将其化解。我料想他就是姬发。不，不可能！他虽破了大鹏鸟和香妃洗洗水，可我还有火龙刀。好啊！小猪熊回来了，未成千万，哈哈，有足够感慨吧。天地良心，我怎么打得过你呀？你拍了胸脯的奶奶，临阵退缩，去，你自告奋勇，就该负责到底吗？你们两个推推搡搡的在干什么？我们两个呆得闷，所以出来逛逛。你们是来看我的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没什么变化。不，好像比以前更漂亮了。这么多嘴。一个傻头傻脑，一个装模作样，不理你们了。糟糕，借东西的事泡汤了。我想你们是来借误入乾坤网的吧？这龙王他父王早就让我在此等候了。情愿地追随他，我却势单力薄，屡战屡败，战战失礼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哎，这不明摆着吗？
姬发一贯诡计多端，无孔不入，最擅长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，所以。小妹，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你的问题。做人信为首，义为先，讲的是宽厚仁义，这大概就是武王得到拥戴的道理。为什么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志气？要回你自己回吧，我的事不要你管。碧霄心高气傲，胸襟狭小，不能听任他一意孤行，惹祸上身。我居然败给一个凡夫俗子，岂不让人耻笑？可气可恼。俗话说，劝降不如激将。我来试试。娘娘，碧霄娘娘，我是来给娘娘送行的。送行？姬发大军就要打来，所尽之地寸草不留，娘娘若不暂避，性命堪忧啊。欺人太甚，我偏要在这等他。你赤手空拳坐在这儿，无非等死吗？这你师父的宝物金娇姐还在姬发手里，有了金娇姐，这就有戏可做了。主公不能去，其中有诈。碧霄并非生性邪恶之人，和我们作对，显然是受人挑拨利用，躲躲藏藏，正好与人口实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主公的安全。君子坦荡，舍身取义，不是您常教诲我的吗？相信只要碧霄良知尚存，定可以迷途知返。不能去呀！碧霄出尔反尔，心胸狭隘，申公豹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。你们想过没有，谁最希望我不去呢？我是我。当然是申公豹，他才希望真相永远不得澄清，这样就能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，翻云覆雨，浑水摸鱼。我们可不能上他的圈套。我来护送你。还有我。不，我有把握，我自己去。我来了。好像是一个人来的。啊，姬发为人奸诈，暗地里藏有伏兵也说不定啊。姬发，我师父的金娇姐带来了吗？在这儿，完好无损。哎，娘娘小心，我在后面保护你。原物复还。原物奉还。古代兵器没有埋伏，没有条件吗？为的是求和睦，化干戈，解冤仇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求和睦？不妙啊！娘娘怕是抵挡不住姬发的花言巧语。姬发告辞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孤明兄弟死得好惨啊！孤明兄弟呀、啊！我已无话可说。原物奉还。你不想报复？这金雕点至今尚未人去，希望他永远不会。没沾过血，怎么？我可以证明。云霄姐姐，再三叮嘱你不可滥用，姬发所言句句是真。我。他会是个济世明君。以信义夫人化解危机才是上至上策。申公豹，误会，完全是误会。不能饶了他！
是他是他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，是他就是他，是他就是他，少年英雄小哪吒。上天他比天要高，下海他比海更大，吃喝妖魔小鬼怪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。有时他很聪明，有时他也犯傻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，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